看一看本期长行讲座要了解的这个骑行。白棋挂角啊，黑棋这个小飞，然后白棋拆，这样一个形状呢，在对局中呢也会经常见到。不过呢，要满足这个条件呢，还是需要呢，就是跟周边呢棋子有关系啊，就是黑这边一般是黑棋有子啊，肯定是黑棋有子的。如果是白棋的子的话，那么白棋挂角和黑棋这个是不会运用这个的啊，有可能啊是这样。同时呢，还要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呢，就是黑棋这边这一带是有子的啊，这一带是有子，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这样啊，啊这边呢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黑棋这一带有子啊。没有子的话啊，我们这个小飞呢，白棋呢肯定就从这边啊，因为这里是空旷的话呢，白棋肯定就会从这边这种手法就反加过来了，就是一般在这边黑棋也有子，白棋呢在这边呢。黑棋在这边呢也有子的情况下啊，白棋在这边是白棋的势力范围，然后呢才走这个小飞啊。我们这个小飞呢也俗称这个小鬼看山门啊，就是说不让呢，我不让你轻易的飞进去啊，不但我要看住这个山门，守住这个实地，同时呢还要对你这个白棋啊发动这个进攻啊。白棋拆这个呢也比较多，因为如果直接挡的话，那么黑棋肯定加过来啊。这个白棋呢，接下来的拖了处理啊。总之来说呢，马上呢就要被黑棋呢攻击。那么想轻灵一点啊，想轻灵一点。然后接下来呢，黑棋打入啊，这个呢曾经也是非常流行的下法。这个打入呢，就是说。继续贯彻这个意图，不让你这个白棋啊在这里这个轻轻松松啊这个安定啊，轻轻松松的安定。那么打入以后啊，黑棋打入以后，这个严厉性有多少啊，到底是这个以下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我们呢这个还是要做个了解啊，做个了解。特别是对于白棋一方来说啊，你如果不了解的话，很容易呢就是被黑棋啊一棍子打死啊，一闷棍就打死了。打入的时候呢，白棋首先肯定不能用墙啊，你要再挡住的话，这个被跳起来，那你还不如直接挡住啊。这两个交换是大手。那白棋呢，肯定呢不能直接用墙。那么白棋呢，当然首先最想走的啊是这个压住黑棋啊。我这里。作为白棋来说，不求无功，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是吧？因为这边黑棋子力多，我尽量能够简单的防守一下呢，就算了啊。那么你黑棋如果顶过啊，这个棋跑，这个白棋就算了。你虽然在底下得了一点目数，但我白棋呢，也就走结实了啊，也走结实了啊。这本来就是你的势力范围，给你点目数算了，这个黑棋是不能满意。那么。作为这个黑棋来说呢，肯定是要搬起来啊，要大吃你这个子，大吃你这个。白棋呢，这个退啊，白棋这个退。黑如果你退的话，那么我粘上，那比刚才这个顶着吃这个天壤之别，这个白棋呢，可能是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啊。那么。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呢势必啊也就只有断掉啊，也只有断掉啊，在这里呢与黑棋呢这个一决雌雄。断了以后，这个战斗呢越来越这个激烈，越来越白热化。黑棋啊，首先不能这个子不能先退啊。如果说你从这个子先退缩的话，虽然连回来啊，但是把那个子啊被白棋啊这个夹死以后，白棋这个棋形呢就都变厚了，也都很完整，这个黑棋呢是不行的。
那么黑棋也呢就是只有继续啊压住，跑先跑这个子啊，先跑这个这个，而且得压住啊，要紧住白棋的气，你藏出来没有紧住白棋的气，白棋一打吃啊，这个就死了，要压住紧住白棋的气啊。接下来白棋怎么办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战斗是越来越激烈啊。当然啊，退一万步讲，这白棋当然是打吃，吃掉黑棋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被黑棋利用几下呢，白棋实在是太难受了。黑棋利，白棋可以挡住啊，我是可以吃掉啊。那么这个头上，哎呀，被人一打，这个太难受啊，这个非常委屈啊。这里还多出一个子，没这个子嘛还好啊，这里还长出一个子来啊，长出一个没有用的子来。啊，一打只能粘上，然后黑棋再一补，这个又得硬啊。黑棋通过这个先手便宜以后，大家可以看，在上面的这个阵势啊，已经是这个是非常的完整啊，非常的这个完整，非常的厚，甚至于来说，接下来围一步啊，就马上成为一个效率很高的一块空啊。而这边来说呢，以后黑棋拆的话，白棋说不定两个眼还不完整，当然白棋这里啊也有可能能冲到一下，不过这个结果呢大同小异啊，目数稍微便宜点，但是黑棋外面呢又厚了一点。所以说呢，当黑棋啊这个压住的时候，白棋三路胡打，虽然能吃掉这一个子，但是呢肯定呢白棋呢是不能够满意的，白棋是不能满意。那么白棋呢你也不能气啊，这个气如果说打了我藏在上面啊，这个气的话呢还是呢显得呢过于大方了一点，那么呢黑棋就拐吃掉啊，这个目数呢被吃掉了，太大方了一点，虽然你加一下那我就应你的啊，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呢被吃掉，这个目数太大，而且这个本身外面还是呢一个没有活干净的形状。那么接下来白棋呢三路打不行，那么只有呢从二路打啊，继续呢与黑棋战斗，如果说是二路打继续与黑棋战斗，粘上啊，这个战斗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白热化。在这个时候呢黑棋如果啊说稍作退让啊，稍作退让，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白棋要先冲一下啊，先冲掉。如果说是黑棋现在稍作退让啊，也是呢可以考虑啊，也是可以考虑。那么就是呢，粘上黑棋粘上，白棋挡啊，注意白棋你还不能直接吃，直接吃以后被人家一打一扑啊，先挡一下，黑棋吃啊，然后再虎住，这个拐下来没有用。拐下来他吃呢你打不着这一下，你打他直接就夹死了，而你再跳呢这个被藏进去了，所以呢黑棋也就算了，就是说我就虎一个算了，那么白棋吃掉，这个结果来说呢黑棋呢也是就是说勉强呢也可以接受啊，也可以这么下，这个是寻求一个解明。以后呢虽然我死了两个子啊，但是呢这个外面走后了，这个外面以后还可以围一个啊，就全是空了。但是这个呢比起刚才来说，比起白棋从这里胡打来说，黑棋也很明显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子啊，少了一个子。虽然黑当然有这个子是黑棋大优，没有这个子呢黑棋虽然也能接受，但是呢黑棋肯定呢不满足于这个结果啊，不满，因为这个打入搬起来都很积极，他肯定不满足于这个结果。那么呢黑棋在这呢肯定呢要寻求啊这个更加激烈的下法，那么就是呢直接拐下去，把战斗呢坚持到底，把战斗坚持到底。这个棋啊到了现在以后呢，我们说呢就是说这个
双方啊都是属于这个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啊。结果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黑棋拐的时候呢，白棋现在只能挡这个啊，只能挡这个，走哪都不行。气呢是不能冲紧的，家呢被一打就死了，只能先挡这个啊，先挡这个。先挡这个呢，这个黑棋呢已经呢，在局部呢不能再硬了啊，不能再硬。而你硬这个已经一家死掉了。硬在这里，那么白棋就打吃一下，你还不能吃，你要吃的话呢，这一家还是死，这个死了总不行，这个本来死两个还可以，一下子死三个又白损一个，那么只能跳的话呢，那么白棋藏进去啊，反正这个地方一旦被白棋藏进去，做活了以后呢，白棋呢活得比较大。啊，活得比较乱，把黑棋脚上的木数呢全给破掉了。虽然上面三个子被你断开了，但是呢，他呢这个也无所谓啊，他这个也无所谓。这个结果来说呢，黑棋呢是不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呢，在张和这个都不成立了，那么只能在这边硬了。这边硬，如果简单的跳回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再冲，这个时候可以冲一下，以后呢再打，这个冲一下呢，给黑棋制造一些这个断点出来啊，制造一些这个断点出来，黑棋还得打，那么呢白棋啊也别急着提，这个一提呢被黑棋补得太干净。白棋呢再断，虽然白棋看上去也很危险，但是呢它这个也是非常的顽强啊，非常的顽强。这一断以后，由于要双打，你外面得补啊，不管你虎一个补还是张上补啊，那么白棋再提掉，这个棋被就是说被断了以后，黑棋接下来这个脚上怎么处理是非常的困难啊，非常困难。同时呢，那么同时这个地方就是说白棋啊，由于这个扳它随时呢是一个先手，随时是一个先手啊，那么呢这个白棋是活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么黑棋呢要在这里这个进行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些变化，黑棋如果爬回去，底下爬回去是可以啊，那么呢这个上面的四个子马上就变得很危险。如果你想打吃白棋长，黑棋跳的话，那白棋呢就给你挡下去，这个脚上已经黑棋很难收拾了啊，白棋直接加都可以，这个脚上已经很难收拾，它不行了它就跳出来，你要做活呢我把这个活掉，我这个先手活掉以后呢再出来，这个纠缠了半天，一看黑棋什么都没走着脚上变成非常委屈的活在里面没有木，这个呢黑棋呢是不行黑棋不行。那么我们一通这个战斗以后黑棋不行，那么情况吗？是这样吗？我们再整理一下思路再整理一下这个思路。虽然复杂，但是呢它这个线索也其实呢也是一环扣一环也有它的其中的必然性。我们刚才说了到这个的时候刚到这个时候说了黑棋不能粘，也不能粘这个，那么只有往这边跑跑，也只有这么跑也不能这么跑。但是这个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白棋就成功了，这时候黑棋还有一步非常黑的手段等着你或者说甚至于来说是要你命的一手，那打吃以后，首先我们确定一点，白棋是不能粘的。
白棋粘那么黑棋再跳出来，一下子你就算冲断打啊，一下子所有的变化就跟我们刚才变化一样，这个被白白打着一下，里面欠了一手棋。刚才我们说是黑棋白棋一扳就活了，如果这个白白被打着一下，以后白棋要白差一手棋啊，这个白棋肯定不行。那么呢，这个时候啊，那么白棋呢所需要的招法呢，那也不能粘，那只能呢在这边啊，在脚上呢继续呢这个做文章啊，做文章。那么接下来呢，白棋的招法呢就是打吃啊，黑棋打，白棋冲啊，依然寻求一下这个毛病啊，这个呢断掉啊，现在还可以断啊，直接开劫呢没有劫财。那么呢黑棋粘上，白棋呢再提掉，再提掉，白棋再提掉，行棋到此呢可以呢，就是说呢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呢马上就要见分晓了，马上就要见分晓。黑棋啊，如果说就是说退让一下也不见得不可以啊，也不见得不可以。那么呢这个棋呢，白棋呢接下来呢也有所这个不太好办啊，不太好办。那么作为白棋来讲，可能他现在还不能，只能直接提啊，只能直接，我们再整被退让一下呢没有什么棋好下，那么白棋呢可能直接提啊。黑棋如果再粘上呢，白棋呢再通过这个扳啊，或者通过这个断与黑棋纠缠啊。不过这个呢白棋呢本身呢也有点困难，也有点困难，然后在这里呢形成一个呢截针的变化，一个截针的变化，这个呢双方呢还是有些这个复杂。但是啊，虽然这样黑棋不坏，但是我们说呢黑棋它还有更凶的下法啊，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这个得啊，这个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刚才是黑棋打吃，白棋吃，黑棋吃，白棋提掉。那么黑棋呢还有更凶的下法，就提啊。看着这些断点啊，视而不见，那白棋冲断啊，这个脚上黑棋呢已经很危险。但是这个时候一打吃一缠啊，这个脚上黑棋呢可以说是已经无法收拾啊，已经无法收拾。白棋可以说呢胜利呢就在眼前啊，胜利就在眼前。而这个边上的这个劫，黑棋呢也没有这个劫财，看上去没有劫财，但是啊，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黑棋呢早已准备了这个最狠的一招啊，那么就是扑。白棋提，黑棋隐藏的一招就要这个出手了啊。开，那么这个黑棋接下来这一路一扑啊，这个可以说是要命的一手啊，要命的一手。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战斗啊，由这一手就决定了。这一扑啊，在没有，这个非常的妙啊。这个全盘啊是没有办法找劫的啊，这个劫太大了，因为黑棋白棋一补到那里去了，黑棋是没有不可能找到劫的。但是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出其不意的给白棋呢一招啊一刀。这个在国际大赛上都出现过啊，就是说出现过这个变化，就是白棋由于研究不够啊，没有注意到黑棋这一招，那么接下来呢白棋呢立马就处于崩溃状态。提这个不行，被黑棋一提啊，不管你走哪里
我一抓，这个就全抓花了。那么你提这边也不行，就黑棋铺的时候你提这个也不行，反正黑棋追着你提啊，你白棋也是没有劫财的啊，你再提我也提，反正你白棋也是没有劫财的，我黑棋就不停地追着你提。由此一下呢，就是说呢，这个白棋啊，马上这五个子的棋星势必要被黑棋提起来，也就是说呢，白棋崩溃啊，白棋崩溃。由于最后啊，这个大家这个高手研究的都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由于隐藏着黑棋隐藏的这个一路扑啊，这个鬼手啊，可以说是鬼手，那么可以宣告整个变化白棋不成立啊，白棋不成立。其中的过程刚才我们呢也已经说过了啊，也已经说过了，这个呢白棋呢不成立。那么不成立又得回头了，变化很复杂啊，大家需要呢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结果白棋是不成立的。那么当这个黑棋压的时候啊，白棋还得另想办法。那么呢后来呢大家也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白棋冲啊，打冲啊，注意这个次序，先打了再冲。如果你先冲啊，这不好，被白棋被黑棋打，这个就完蛋了啊，你一粘这一扳啊，你再打他就滚打了，你虽然能藏出去，但这个被提了就不像话了啊，这肯定不行，所以一定要先打啊，先打了以后再冲，这时候就不怕打啊，这时候就不怕打。然后呢他再打啊，先走这个啊，我先不打，先不粘这个，先挡这个，要求你呢粘上以后我再走，那么黑棋打掉啊，白棋粘。这时候如果黑棋粘上呢啊，不管你张还是虎，这个是一样的。那么我白棋再爬，这个结果呢，哎，白棋还不错啊，白棋还不错。由于我这个尝试先手，啊，你这个是跑不出来的，你一跑我就扳死你了啊。黑棋，如果你不管怎么补一个呢，啊，那么我就吃啊，这样白棋还能接受，还是不错的。可见呢，黑棋啊。在这时候不管是这两个子还是这两个子啊，都不可能轻易死掉。黑棋呢依然呢有这个好顽强的下法，那就是继续拐。这时候你得打啊，我就走是吧，然后呢你得断一下啊，不断一下被我粘上了，我就接上啊，等你提啊，提的时候呢，那么呢这个棋呢我呢黑棋呢也不能轻易退的啊，不能轻易，就是说去补啊，这个白棋呢就有棋下了啊，这个地方味道很坏，白棋扳一下以后不让你轻易走死，然后呢再开始作战。这时候呢大家发现呢黑棋呢依然呢这个有强手啊，依然有强手，那就是直接立下去啊，要杀你啊，你这个棋不能轻松不能活的话，外面呢你再怎么作战我都不怕，反正我只要暂时蹭过去，这些子暂时蹭过去能活啊就行了，那你里面怎么办？那么白棋呢也你还敢立我这不可以断打吗？那么黑棋就拐，白棋立，这时候非常有趣，大家注意啊，黑棋可以挡在这边，等你白棋拐的时候我还可以一路拐啊，这个子非常有意思，这个围棋的这个变化可以说真是非常的多，也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我还可以这么拐一个，正好呢利用脚步的特殊性啊，可以走成一个这个金鸡独立。那么白棋做活啊，只能靠成这样了。虽然白棋这个先手活了，但是就是说呢，这
两个子啊，可能这和与黑棋的这个交换也是非常的损，非常的损，把这里的味道呢全部卖完了。那么接下来白棋在这个方向啊，白棋在这个方向呢，那么也没有太多的利用，那么外围呢，自然呢对黑棋也形成不了这个冲击啊，顶多呢，也就是说张上，跳一个，是吧？这个接下来也没什么好手段了。而里面呢，白棋只是两个眼啊，非常委屈的做活，也是呢，这个白棋呢吃亏的结果。好，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啊，我们暂时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么就是说，当黑棋飞王打入以后啊，黑棋飞王打入以后，白棋这个压啊，被黑棋反击，白棋呢凶多吉少啊，凶多吉少。建议大家呢，在对局中啊，白棋躲着黑棋远一点。那么具体白棋以后该怎么下啊？有的呢也有正啊，有的也有这个。甚至于跑到这里漏啊，是硬手等等下法呢也有，但是呢，就是说呢，也没有好的定论。总之来说，黑棋呢，我们认为目前认为，黑棋这个打入还是非常有利的，白棋呢，不要压住这个正面啊与黑棋这个作战，但是很可惜啊，就是说具体白棋应该如何走啊，能走出一个比较好的形状呢？我们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好的这个结论，好的结论也侧面也证明呢，这个围棋的这个是非常的多变的，非常复杂的。有了好的结果呢，我们呢再来呢，这个告诉大家啊，再来告诉大家。总之一点，当黑棋打入的时候，白棋呢你呢还是不要啊正面与这个黑棋作战，从其他的地方呢想一些别的办法啊，别的办法。好，这个长兴讲座呢，我们也呢，唠叨了很多期了啊。到这里呢，我们就暂时呢，要和这个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说一声再见。如果您就是说，长期以来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希望呢，您通过的这个栏目啊，能够呢有所收获，对您的棋力呢有所帮助。如果您对我们这个栏目啊，这个节目呢有什么这个意见，或者说是还有什么想法，您可以呢与我们这个在这个热线电话或者发 email 呢与我们联系，我们呢尽能力呢给您与回复啊，给您与回复。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呢这个棋形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对于黑棋的这一打入啊，对于黑棋的这一打入呢，我们认为还是非常的严厉。至于白棋啊，您呢就是在我们没有好的结论之前啊，建议您呢不要正面与这个黑棋作战啊，正面与黑棋作战。好，那么本期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